秋天到啊，企鸭就红啊。一年一度番禺乡企鸭节，就伫即礼拜会来登场。馆长张冠和番禺乡六林青根和农会总干事李克山等人，邀请民众十月二十二、二十三号来番禺乡食企鸭、看表演、摸大奖。十月二十二号、二十三号，伫咱番禺啊半天岩的基魂寺哈老地方哦。十月二二二三，伫咱番禺基魂寺哈，哎，老地方，我们办啊今年的世子节，世界嗨翻天，世界嗨翻天哦，有看表演，有可以免费试吃，还可以买到哈最新鲜、最物美价廉的皮呀哈，所以啊，目前当中就这人是这人，我们今年除了表演节目以外，还有摸彩。摸彩，所以希望大家好，各位从今后朋友，我们通错过哈。十月二十二号、二十三号拜了啊，加了一拜，你咱还了积分席哈，哎，咱的停车场办这个柿子嗨翻天哈啊，让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年的柿子实在真好吃。除了新生的正气红气之外，多年来农会毛研发出奇饼、奇叶啊茶，产品是真丰富。虽然今年受到风台的影响，企业产量有较减，可是品质绝对无拍折，是上新鲜、上好食的企业。欢迎民众这礼拜做伙来参加。台阳新闻黄佩仪采访报道。